好，各位读者大家好，我是越来越总兵关城。目前我们在 McIntyre 这边看到，现在在帮这个变压器做灌浆的动作。好，这非常烫，460度的这个沥青融化成液体哈。那帮这个输入变压器做这个灌浆。那这个输入变压器 EI 的这个变压器呢，其实本身这个中间还会经过一个真空的这个程序，把这个铁芯中间的这空隙全部都把它去除哈。对，那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的时候呢，变压器产生一些震动，那这些灌这个 tar 动作呢，就可以减少它这个机械性的这个噪讯。好，以上是娱乐总编辑在 McIntosh 的报道。